取掉这个冷水机的这个热水口，然后换上漏斗，加入纯净水，水位到这个绿色的顶部，再加，加就行。好，然后盖上盖子，这个地方是放水的位置，然后一般到1到3个月需要换纯净水一次。连接电源插头，连接气体，然后接入那个输入电源，接在这个外置断路器上，接上电源和地线，打开后边断路器，检查冷水机电源是否开启，没有开启然后开启，打开主电源开关，开源，设置功率和扫描宽度，好，这个就比方你刚才设的那个参数有关系了。对，你刚才是改多少？这个错的是，改成。这次改成100，外宽，100，50是吧？对。啊，这个外宽100，你改成外宽多点，就是暂时再多点。你试试，试试，看看。太快。慢一点，一定要45度手持，45度角度，离得太远了吧？找到最佳焦点，是。行吧，应该差不多吧。好，你看。